YDVANCE 桑原章承认出轨，公司宣布将暂停其活动。新浪娱乐讯17日 ,YDVANCE 发布官方声明称，关于桑原章出轨的报道经确认大致属实，他本人进行了深刻的反省，公司经协商决定让桑原章暂停活动，剩下两位乐队成员野田洋次郎和武田佑介将继续乐队活动。此前文春爆料，8月18日桑原章进入一位二十代女模特 A 子家中度过一夜，他们共同进入 A 子家中的照片也被拍下。桑原10年前与现在的妻子结婚，妻子19年生下他们的第一个孩子。这之后不久，桑原就结识了正在做模特的 A 子。